对对对对对对，我跟着他车等，走过去之后我就把那个东西一给他，一给他之后这东西一打开之后。日前有媒体拍到金世佳和一名女生在酒店办理入住，隔天二人还一同出门与好友吃饭，金世佳抽烟时女生在一旁陪同，他还忍不住揉了一下女生的脸。吃完饭后，金世佳将手搭在女生肩膀上，两人紧搂着一起回家，疑似恋情曝光。这是一个特别无私的奉献精神，你在特别是你在现在价值观里多傻呀，但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。